姐，要车吗？小姐，要车吗？穆达表就10块钱成吗？你知道哪儿出这种吸尘器的吗？哪儿都有啊，前面就有一家。你这车太贵了，我坐不起。穆达表就10块钱成吗？就10块钱。别打表啊，不是说好了10块钱吗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习惯了。你要是打表我可坐不起，我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又没什么钱。知识分子啊，我想啊，知识分子应该什么样啊？知识分子才能没钱啊？那当然了，哪有你们出租车司机挣得多呀。一天到晚跟书打交道是不是挺烦人的？要是我肯定受不了。所以你只能当司机。路况信息。当司机怎么？当司机赚钱啊！我不读书不看报，不也活得挺好？告诉你，有钱就是方便。吸尘器坏了甭修，还新的。有钱你说话也不能像个流氓啊！谁流氓？知识分子怎么骂人啊？我就看不惯你那个流氓样。流氓怎么了？你不是也得让流氓拉你去修吸尘器吗？刚才谁死乞白赖请我上车的？我又没拽你，最后还不是你自己上的车。那你停车，我不坐了。这儿不能停，警察罚了算什么？另外是东二环由南向北方向，东三北大街双方向。不就是聊会儿天吗？生那么大气干嘛？南向北中轴路双方向，长安街西段由东向西，西二环由北向南。